这个有关南北戏曲交化的现象，以这个三化啊，就是北曲化，然后文士化，昆山水磨调化，这三化蜕变这个观念呢，我是很久以前几十年前就提过了，但是我才没有写成文章，后来大概总在二十几年前要多少年前了才写文章发表，那么现在啊也成为啊大陆许多戏曲史学家这个参考啊，而且也有好些人认为我那些是说的最在他们看来是最合适的啊。那可是要把这个观念完全证实啊，并不是十分容易的。我自己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我已经有看法了，而这些看法呢我也写在文章里边发表过了啊。后来我的学生东华大学的目前呢就在东华大学的徐子汉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啊，有根据我的这个观念写了这么一大本啊，就从这个情节这个曲牌情节角色曲牌连套这三个方面呢去证成。那现在呢佩勋又从南曲戏文的这个三化里边的个内涵又进一步去这个加以探讨证实啊，说我们师生呢接近三代了都为这个问题接续，这个是可以说也是学术上的一个佳话，对不对啊？老师没有完全完成的，学生把它更加这个探讨。各位知道啊，在科学上啊，有一种叫假说啊，这个假说就是有些科学家他有自己的想法啊，而这个想法呢是大家极欣赏的，可是还没有经过实证实验啊，所以无法成为定律，无法成为定律啊。那有一天大家把它证实了，它就成为定律啊。科学上有这样的情形。我在戏曲方面的这个新开创的观点仔细算一算呢绝对超过十个二十个也大概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呢戏曲是一片怎么样才110年的这个学术史，戏曲的学术史，所以有许多问题并不能完全都这个探讨透彻比如说南戏北剧的渊源形成与流播，对不对啊？这是何等重要的，可是没有任何一本戏曲史把它弄清楚。那我们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切入的角度怎么样不一样的切入法，就是以南戏北剧的名称不同时代的名称做切入点去把它考述。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呢最扎实可居的但是将来呢有新资料出来会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什么呀，又强化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论述，
另外一个呢，就推翻我们的论述。我自己呢，已经在那边做推翻了。第一个是什么？啊，比如说我说南戏啊，应当是南北宋之交，北宋末开始啊，是戏曲南曲戏文的戏曲小戏时代。可是现在我们在找到了什么样，在晚唐啊，晚唐五代间已经出现了南曲戏文里边男女主角的所谓生旦这样的符号，而这生旦这两个词，这两个这个后来我们角色的这个符号啊毫无问题，在那个资料里边已经就是演员了。可是我从其他的许多的这个辅佐资料来参考，生旦毫无问题就是戏曲的角色。那么这个空白怎么样来填呢？所以我把它拉到永嘉杂居的时代啊，因为啊，有时候一种艺术文化的进展啊，会常怎么样？一种推演很慢，很慢，很慢，很慢。但一旦时机成熟，水到渠成，啪嚓就完成了。这种现象，尤其在文化里边啊，各位想一想，这个工业革命以前，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生活怎么样？是不是停顿在？在很久很进展很缓慢，人类在懂得用火以前，对不对啊？那一段蛮荒的岁月。可是，一旦工业革命一成功，到现在才多少年了？我小时候的时候，当我们台湾还穷的没饭吃的时候，怎么知道今天会有高铁？今天人类会到月球呢？这些做梦想不到都实现了，都实现了。所以文化艺术的这个形成啊，也是如此。而在那一块盲昧的时代，没有资料可以依据，因为当初大家也不注意，也不注意。所以呢，我这个包括我们呢最有创发的这个学术的这个什么呢？一个见解，恐怕我自己都要有新的材料，都会自己把它怎么样颠覆，但是没有完全颠覆，我们只是弥补了那个前边那个盲昧的时代啊，事实上已经在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就是韩熙在《夜宴图》里边。韩熙在的时间是没有问题，南唐李后主的时代，南唐李后主的时代已经有戏曲了，我相信已经有戏曲，只是他的戏曲的形式一定没有什么样，没有我们后来韩曲戏文那样发达完成的形式啊，这些啊。许多漏洞，许多空白都要补的，所以戏曲史呢的研究，有许多可以开垦的。拿我的身体情况来说，接受治疗，你还找对了怎么样医生？就好像你读书读到了好书，啊，帮你这个什么来教导，你找到了好的老师。和一个这个什么呢？你的对象，你读的书是误导你误入歧途的书，或者好对你呢没有帮助的老师，那差别就会有多大？同样的做学问，你得到了自学的态度方法。和你得到了如何对问题切入的这个什么呢？要点，切入点正确的，那开展下来就
就不一样。你切入错误的话，你自我的损伤就像庖丁解牛一样，刀，你的手中的刀都钝了，都缺了，类似这种现象啊，我深深感受很深。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入一个论题：南戏北剧之交化，以北剧为母体，产生明清南杂剧与短剧。考述，所谓考述，就是要用考据学的方式来处理的啊，来处理。因为啊，戏曲史的写作啊，一般学者啊，在自学的态度方法上，常有没做好基础。你比如说戏曲史，是不是戏曲剧种发展的历史，它的没落作为骨干精髓啊？你这些戏曲剧种史，如果它这个骨干精髓你都没有弄清楚，没落没有弄清楚，你如何写戏曲史呢？啊，所以我用的方法，大戏、小戏、大戏、我戏这三种类型，小戏又拿两种类型开展出两种不同的大戏的没落，就是南戏北剧。南戏北剧在交化啊，然后呢，词曲戏曲牌体的戏剧发展到极致，开展了实战戏这个板腔体的剧种体系，把这些演进的这个过程，把它考述出第一时间是如何递散的，第二剧种如何发展，如何碎变的，这些历程考述清楚，是不是骨干就出来了？那么各种不同的剧种必然有各种不同剧种的艺术，对不对？文学理论，所以你有了这个骨干，同时也把戏曲的艺术理论文学的这个什么呢特色演进变迁，把这些在什么附着在剧种的纲领之上，也就是以戏曲剧种为骨干骨骼，以什么为肌肉血脉啊？以戏曲艺术演进的内涵，戏曲艺术理论演进的内涵，戏曲文学演进的内涵为他的血肉，以其呢这个叙述，这才能够骨入军营。可是，一般的戏曲史没有先见过骨干，随便附贴什么呀？那些我们所说的血肉啊，而且呢，他知道了些什么，就往上贴了什么，结果整个戏曲一时看起来呢，扭曲变形啊，因为他的骨干怎么样？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骨架，所以扭曲变形，给你看起来这整个戏曲史是扭曲变形，而且是什么？这里呢肿一块，那里消一块，骨肉能不能均匀呢？不能均匀，就有些些毛病，也就是该说的他没说，不该说的又说一堆，而且这个
里边的这个什么呢？发展运行的脉络，有些残缺的，有些扭曲的。我这个比喻各位可以听得懂吗？嗯，而我们采取的不一样。啊，我们接着呢，就来谈谈这个论题。这个论题和佩欣上个礼拜和你们说的，其实呢，就是兄弟行的一个论述。上个礼拜的同样是南西北俱的交化，但是以什么为母体啊？以南西为母体，这次以北俱为母体。这里的所谓母体啊，事实上就是它的这个基因呢、啊、比较强啊，比较强。也就是说，南西北俱交化，但是基因强的是哪一方面呢？佩欣讲的是南曲细纹，今天的是北曲杂菌。基因强的生出来的新的剂种，同样是混血啊，对不对啊？同样混血啊，但是基因强的那一边就会效势于那一边，可是基因比较弱的会不会有带因素在里边呢？也有啊。因此呢，今天以北俱为母体，所以产生出来是什么呀？南杂俱，它还称杂俱啊，短俱，是这个意思。就像昨天那个以南系为主，它还是长篇的什么呀？南系是长篇的，所以出来的传奇还是什么呀？长篇的。那这个北俱是短篇的，所以生出来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短篇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南系北俱的交化，以北俱为母体产生的明清南杂俱和短俱啊，啊，其实是从我一本书，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叫《明代杂俱研究》，后来我把它改成《明代杂俱概论》。这个书啊，第一的好处就是从来没有人以明杂俱整体的研究，我是第一个整体研究啊。手中翻阅的这个明杂俱作品好像200不到300，有200，接近300种。那么研究的架构啊，也是我创出来的。当年这个什么写完呢，总觉得哎，这个东西没写好啊，因为太多啊，没有这个要掌控这个资料啊，要把它叙述不容易，就纲目设计上不容易。因为在我那个时代，可以说戏曲研究的这个基本的方法是我琢磨开创出来，后来我的学生或者后来研究人大概都依循这个路子。像这一个时代的杂俱研究，我是先分起啊，分起以后每个作家先个别探讨，个别探讨以后在这一期里边总凑他的特色啊，他这个时代的特色啊，然后分初期、中期、晚期。初期、中期、晚期里边各举出一些代表性的剧作家啊。那么代表性的剧作家，如果以北剧为主，或者以南杂剧为主，再分不同的章节。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色变化，这些总体起来就在前边做一个一个开头的总论。所以总论里边的章节很重要，就整体的怎么样明杂句的这个关照。比如说明代杂句演进的趋势，等于是明杂句怎么样一个发展史啊，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写作方法。最后当然结论就拿它来和元杂剧、清杂剧做比较，显现出明杂剧的特色，就是明杂剧概论三十几万字的书，把它浓缩下来的。南杂剧和短剧都不是名词，不是我说出来的，但是给它定位是我给它定位的啊。南杂剧这个名词啊，所见于这个王继德，但王继德的南杂剧的意义呢，他自己曾经啊实验创作过，就是模仿北杂剧。北杂剧一本几折啊？四折。他就用南曲的这个连套，也一本四折。也就是说，元杂剧的北曲杂是北曲，他用南曲也四折。他认为那个就是他心目中的南杂剧，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名词，很可惜的，他的那个著作没有传下来。这个名词是所见于，又见于这个胡文焕年代的这个胡文焕的《群英略选》。但是我给他的定义，是我明杂剧概论研究以后，啊，我分作广狭两义。广义呢的，就是凡是南北戏曲的混血产生的，而他这个什么呢？因为北曲杂剧可以不可以混有南曲在里边呢？不可以啊，所以南杂剧呢，就是说南北曲混合以后的啊，它的这个长度以什么为标准呢？以这个演三堂剧品，就齐彪家的演三堂剧品为这个十一折以内的啊，因为他剧评就是明代的杂剧，他所收录的目录，我观察最多十一折，也就是说在齐彪家，他超过十一折以上，他都列入怎么样曲品，他的曲品就是传奇啊，就是传奇。所以我们就说南杂剧凡三分这个说十一折以内的南北戏曲的混血啊，都叫南杂剧，这是广义的。狭义的呢，就是以这个王继德所说的四折的啊，才叫南杂剧。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个短剧，如果拿和传奇来对比，那么南杂剧通通是短剧，对不对啊？因为传奇是什么十二折以上，其实我所看的明清的这个杂剧啊，十二折以上的固然也有，但是呢十二折
甚至到十二三四折啊，被当作杂剧的还是有，但十六折以上几乎才被当作传奇啊。这中间有一个怎么样过渡地带了啊，都有这个模糊地带，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给它定义要有根据，剧作家真做起来不一定如此。这是广义的短剧，狭义的短剧呢，就针对北曲杂剧来说的。那北曲杂剧有几折啊？四折。所以短义的杂剧的短剧，就是少于四折，三折以下为短剧。请问，比较被大家接受，南杂剧就应当取其广义，对不对？短剧就应当取其什么呀？狭义。这是我们的这个书里边的观念。那像这个短剧，三折的有很少，二折的有也不很多，最多的是怎么样？一折短剧，一折短剧，一折短剧，各位想一想，就和后来的什么很接近啊？折子戏很接近。那么短剧最适合在什么地方演呢？九言歌戏啊，就是堂会，就是红旗书之上的宴会里边演出。所以一则短剧，有些人就很概括的说，一则短剧是案头之剧，文人只来写写怀抱什么什么而已，根本没有机会演出。事实上不然啊，一则短剧类似杨朝官啊，他写的三银风阁杂剧都是一则，有三十二个剧本合起来叫银风阁，吟咏的吟，风气的风，阁罗阁的阁，清代乾隆年间，这个杨朝官，木易杨，潮水的潮，观看的观，他这三十二出戏里边呢，起码有记载几个戏啊是曾经演出过啊。文人的这个剧本，到后来啊，有一个现象，他写作呢就像在写一首诗，词赋的别体像汉代人写一个赋啊，像苏东坡写一个这个什么呢，赤壁赋，他只是来宣泄自己的怎么样胸怀金棒。这一些第一要讲求的是什么样文词的这个文人的这个高度的文学修养，这样的内涵是会关涉到社会民间庶民百姓的世居生活呢，还是文人的之间自古以来的风流雅士呢？当然是文人的风流雅士。有时候为了要这个什么机警，比如说今天呢是中秋节，登高啊，或者五月五
啊，或者是山岳上士，或者花朝之臣，这些节令里边，文人可以饮酒聚会的风雅的时候，有时候就拿这个做内容。所以它必然产生一种什么现象啊？优雅有余，情感足不足啊？情感不足，文学没有情在里边，是会干枯的，是没有文学生命力的啊。所以你们要真感形受神受，这个实真感实受啊，你没有自己的心灵在里边的，根本不必要写啊。你要的是你的看法、你的感受、你的经报啊。而这个明代的这个短句啊，明清的短句，常犯了这个毛病。那这样，各位要问我一个问题啦、啊。那折子戏呢？折子戏和一则短句有什么分别啊？就同样短，同样适合九言歌词，但是折子戏里边，它第一要适合什么呀？观众喜欢不喜欢呢、啊？观众喜欢，那观众第一喜欢的折子戏一定是什么？艺术上是不是能吸引他？艺术上能吸引他，文学倒在其次，就艺术上吸引他，还有呢，在这个什么呢？庶民百姓的情感上比较浓烈，能吸引的啊。而这个明清的短句就趋向于词赋化，这个词赋化是我提出来的啊，就像词赋一样的这个，把它当作一种文体在创作，不是当戏曲。戏曲要舞台艺术，它这个是比较不重视的。那么南杂剧啊，我认为啊，其实是南北戏曲啊，这个混血以后，它有传奇的模式，但是比传奇来更有怎么样？更短啊，更短呢？如果拿现代剧场来说，它比传奇更怎么样？更合适。拿现代剧场，你看传奇啊，一般是30出左右，多的话，有些剧作家要表现那才情，40-50出，50-60出，啊，《牡丹亭》55出，对不对啊？《长生殿》50出，《桃花扇》44出，这个《琵琶记》呢？42出还是40几出，这些好问题都要演出2-3天啊，2-3天，基本上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啊，大概只能4-5出啊，如果短一点5-6出，所以一天起床睁开眼睛开始看戏，看到半夜打盹，只能看个15-16出，对不对啊？17-18出，2天下来30出，所以30出的大概就是2天。你想一想，士农工商啊，官员什么，除非老太太做80大寿啊，坐着太师椅在那边呢，啊，除了吃饭以外啊，通通坐在那边，没有人会坐在那边的。演出成本戏，也即使古人也怎么样，也不太可能。长生殿呢、啊，那么风行，真正从头演到尾，
的记载只有一次。所以从这个看来啊，真是演出全本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多。可是文人为什么写的那么多啊？你们一定说没有人这个一个剧本出来没有说把它全本都演完的。全本纵使演完，观众从头看到尾的一定多还少啊？绝对是少啊！尤其大户人家，他会不停演老妈子啊，这个什么难得什么去看啊，寿星啊，或者是主人呢，接应宾客啊，随时进出啊，或者官府来应酬的，你就是什么呢？就是京剧最盛的时候，他演出也都分段落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演着热热闹闹的戏，买票来看的都是这些庶民百姓啊，贩夫走卒，就站在那个什么池子里边，啊、哦，在那吆喝啊，什么在那舞戏啊这些。好，然后开始演正戏啊，大概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士农工商的进来看了。真正的富商巨贾、大官贵人，啊，是在什么呢？前边演了这个镯子以后，再插入演一段叫《车前子》，就是昆曲的演出。昆曲的演出呢，看了久的人。就出去小便了，啊，就治小便不通，所以昆曲的戏目就变成车前子。车前子是中药，专门治小便不通的，所以那时候就戏称昆剧折子的演出为车前子。由此可见，昆剧在京剧盛的时候，它怎么样？是电档演出的。这个以后的那个什么样啊，在这个什么大镯子啊，来就是名角上来啊，然后呢压轴是倒数吧，不是最后，好，压大镯的为压轴，好像这个大官贵人在，我记不太清楚，你们查查看，叫压轴好戏。说真正大官贵人进来看了这名角的那一两出，那是戏曲盛行的时代，啊，而且一个一边看戏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啊，像我们国家剧院这样进去就门一卡，这不是什么，这一排那么长长的，想要出去。放水都出不了，你怎么可能再拿古代的那个演出呢？所以现在一个剧本的演出不能超过两个半小时，但是国光啊什么他们越来越有信心，他们越来越还有这个什么唐美云之类的都越来越有信心，都三个小时啊，加上前后演说的可以拖个三个半小时。但他粉丝多啊，因此在像目前这样啊，拿我编昆剧来说，我就用南杂剧的形式，因为南杂剧是十一折以内，我照例编六出，最多七出，上半场、下半场这样子呢，演出了大概都两个半小时，所以拿。这个狭义的南杂剧来说啊，是最适合现在的昆剧的一种剧种，因为里边以南曲为主，但是也可以插入北曲啊，南北曲的这个长处，
南北曲的特色都可以在里边呈现。那南杂剧开始这个体制规律啊，它的演进在明初的时候啊，基本上是北曲杂剧的这个时代，也就是元杂剧的余势还相当的强啊，可是也露出来一点变化的迹象啊，那就明初十六子开始用南曲在里边串。那在中期呢，南杂剧啊，这个啊南杂剧正这个盛，就开始进入南杂剧的时代了。那当然在晚期啊，晚期是非常明显的南杂剧的时代。所谓早期、中期、晚期，这说得很清楚啊。大概在嘉靖以前，因为嘉靖各位要知道有几年呢？有45年了啊。嘉靖以前为初期，嘉靖到这个万历以前为中期，万历以后为晚期，这样三个时代。我也曾经把这里边的那个做一个这个提要，就他用的宫调，用的这个折数，还有唱法，做个提要。各位从这个提要可以看出它体制规律的这个演变啊，同时也把这个什么呢，清代的杂剧啊，也做了一个提要和概述。所以各位呢，好好把这篇读一读啊，我们下个礼拜再讲一个剧目。